我教你了。你推到后面，来不急，你推到后面，来，不要制造冲突好不好？请你们推到后面来，你们老不要制造冲突，不要制造冲突啦，离开我的身体好不好？你们带队的人都讲了嘛，你们没有在这边开记者会，没有啊，不要来来。我真的很不想一身穿黑服来到台北市政府的前面，但是除了黑色之外，还有开放面对解散的，可以来表达我们这种所谓的愤怒，所谓的道王，像你这种愤怒跟道王的心情。我觉得过去几年来，所有这些娱乐圈保持运动的同志们，大家都能够感同身受。我想过去几年这么多年来，